今天是新竹茶花产销班的文化节活动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今天我带大家来新竹茶花产销班，是一个文化节活动。
在我们来到新竹茶花产销班，这里举办文化节活动。我们看到这里还有卖一些小吃，有烤香肠，还有山猪肉。老板，你从哪里来到这里？嘉义阿里山。哦，你这个是什么猪肉？山猪肉。哦，人工饲养。哦，人工饲养的山猪肉。哎，对。也是现场的事吗？对。都是你做的吗？我叔叔。哦，你叔叔做的呀？哦，这个香肠的肉很好吃哦。谢谢。你贵姓？严如奇。哦，你还有在卖茶叶吗？茶叶是本业。哦，内行的哈。好吃。产销班，这里有一棵巨大的茶花，它叫板茶。我都没有看到。要拿下来。你们是新竹市文会吗？对。报道处。啊，前面这个是真的茶花还是假的茶花？哦，这茶花很漂亮哦。这都是茶花。对。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这个叫乔伊。乔伊。哦，漂亮。它是完全的。对。哦。没有，这个是另外的。Thank you.
现在看到这个是豆干吗？豆干，对，豆干。哦，啊，嘉义的豆干吗？哎，好吃的。好吃的。哦，正在整装，等一下来要来出售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颗是苦茶根，它价值品种茶花银河之心，银色的银，河流的河，天上的心，之心，所以的话嫁接起来是完全很漂亮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期再会。